下，那个标准一定要念义，正义的义，不是义啊。可是现在几乎没人念义嘛，所以标准音，人家念不标准，不要笑那么快。讲过声调不重要，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念二声，有时候念四声。千惠，我有看到你，就可能会加一点。千惠没人做什么，因为你跟袁婷，我可能会用正惠。袁婷，你认识吗？袁婷，你不知道是谁？不是都音乐系的，你是音乐系的。就是你不要等一下又看到你又没在听课，当然就折冲嘛。我是说针对现在我对你的印象，那没看到可能就没办法再加了，回去的话，我继续念是十年不见，然后呢，你看这一句来了，廖丽佳，哎不行了，我老师帮助你一下，除非你想休息，我就不敢打扰你嘛。像刚刚傅白天睡得饱了，那你不想休息，想要上课，你对话，你看这样精神就来了嘛，对不对？我自己这样撑人了，来这一句念一下，廖丽佳。是怎样？十年。好，那么厉害，那千惠你念一遍，是千惠。这一句念一遍，快，大声，大声啊，听不到。这念一遍是什么？哦，很好。你看他是不是在哪里停下了一下？文字是不是停了一下？这就叫断句嘛。九王神功第一招讲的这样，只要你断错位置，是不是看不看懂？他在讲什么？你断在文前面，是不是才看得懂？十年不见，可是呢，听到流言不信，对不对？你看补上"可是"两个字，是不是更清楚？白话文的，因为白话文就是，如果白话文真的像口语那么白话，还有什么文学？他能省的时候就省啊，可是他就省不了。可你在这里只要断错地方，哇，你实在读不懂哦，又好读。这个重点就是要断在这里，因为见闻是不是一个词汇？白话也是个词汇，新语言，对啊，见闻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汇？对啊，只要你把见闻连在一起读，哇，看我们他在讲什么。十年没有见到面，听到，然后闻呢，不要当成名词，对不对？听到。这是不是第七招？先抓动词，它是动词，不是名词。不是读文言文才要九阳神功。嗯，那你不喜欢我的九阳，还是要抓动词嘛，对不对？你把词性都背出，看得懂。那这个流绝对不是动词嘛，那形容词对不对？形容言，这流言虚浮不实的，像飘远物一样。好，继续品空。杜甫梦李白。故人入我梦，今我长相忆。家亲家异，凄凄恻恻，从昔为鬓。什么鬓？从昔为鬓。从以此为鬓。哎呦，你是大陆陆生吗？哦，不是啊。那你怎么会念从？没有啊。因为这个字跟从形状很像啊，是大陆的从啊。台湾的从怎么写？字形结构加两个部首，是不是加这两个就是台湾的从？这下面是副手呢，这其实就是什么？是不是子的变形一下？子是不是一个副手？它是加一个是一个子，就台湾的从，大陆是只剩下右上角，所以不是读白话，连生活里头简化式繁体字还在搞第三招九阳神功，字形结构换副手。九阳神功，只要是我伸手针马上抽碎，你用到一次就给我缴一块钱，我要求不多。我赚翻了，大家不上街头抗议，怎么会是我的呢？大家都在用，可是大家几乎都是不自觉在用。当你自觉的时候，碰到男人，你就会拿这个方法出来解决，对吗？就照两个人他的从，大陆反而用古字，你不要以为他新中国，他原来意思在后面那个人跟从前面的时候，有没有？两个人站一起，是不是有跟从的关系了？对啊，从是这样的。这是以此为罪，不是从此为罪啊！你刚是念成从，你是大陆书看太多吗？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字念从？很简单，你还不是中文系，一般应该不知道这个字念从吧？对，除非你大陆书简化字看很多。可是其实这个是古字，原来的字，《说文解字》里头从都写这个，不会写台湾。我们现在这个繁体字的，这个台湾这个真的就叫繁体字，就是字。笔画比较多。好，继续，兄弟之情。兄弟之情，
男女之爱近似蓝的大兄大弟。好，因为你成绩好像不是很理想啊，这应该不会伤到你自己。听好了，妈妈跟你讲，所以我多照顾你一点嘛，你好像又很有用心在听。对，到时候我要给他过来也有话讲啊，到时候我特别疼，那你不理我，当然我就尽量不招。不是我对他特别好，都有原因的。嗯，那你要念那么差，当然就等一下多念，好不好？是要把这个口条念好一点嘛，你念书念的其实，你看我是不是教你们读白话文的要点是什么？整篇文字都看得懂，不要整个读，要去抓关键字。我标黄色的就是什么？是关键字。你们看为什么要用字眼？因为沦为只剩下文字，对不对？没有内涵的，没有精神，没有真的可以落实的，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听到留言，你看李白和杜甫十年不见了，可是有人说李白的话，你们听过李白的身世没有？后来他不是投靠一个永王陵吗？结果那个永王陵刚好造反，那李白就被牵连了，对不对？就流放，知不知道这个？知道，对。那时候一定有人说李白是造反嘛，对不对？不爱台湾嘛，你不是类似现在这样，不爱台湾，然后大家都觉得李白就是这样的，杜甫相不相信？全天下都这样讲，他不信。而且可贵的是，他不是天天跟李白相处，他是十年没见到李白，他还是不信，因为他知道李白是怎样的，他掌握了他核心精神，也不会因为外界流言流语而动摇。流言不就前面的字眼吗？写成文书不就是字？没有写成文书，嘴巴上讲不就言，不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什么东西流成字眼之后要陷害你？哦，反正你讲过这个，就是不爱台湾，抓住你的语病去发挥。现在政治人物很多就这样，也不管人家实际上做什么。比如说有些，就是说国民党或者蓝的跑去报大陆，他可能那蓝的就很不爽，就哦绿的也到大陆怎么样？那绿的去大陆就不爱台湾嘛，对不对？你不能光抓一个表面就去反驳人家，要这样子看到文字就觉得人家是那个，也许他的生意他必须要去那。你不是说他去大陆就去发展，所以你看政策就常常会给你保护，是不是？就是叫你们要想得清楚还正确嘛，你才不要被那些日本，那人家在耍什么嘴皮你也看得清楚，听得明白。那你看信对不对？有真情，有没有正义，是吧？这个意念义，因为他像你们有没有学过六书？会议室里头有比类合议以见指挥，有没有背过这个六书？啊，象形是化成其物，随体学居，对不对？哦，还有背过这个，对啊，比类合议的议，他就不写这个议，对不对？他写这个义，所以其实这两个字可以通。所以交易，这个人有没有情义？有嘛？如果没有情义，变成利害酒肉朋友。就我跟说，我跟你有友谊，当然是讲真情真意的啊，不是利害关系，那怎么可以叫友谊？那只能说是商场伙伴关系，是不是？所以他这个是声音通意识也有关系的，这就是九阳神功里头讲字形结构兼音义，声音兼音义，音声音和意识常常会有关联的。我们的口令为什么是叫兼音义？就是这样，好像你兼差一样，你可能是学生，你外面可能也有帮派的，来打工的。在大姓小姓，他小姓讲的是谁？全文的像广东那个信，对不对？银行信任换真情，嗯，看起来好像他也有信任。这一比较你就知道，十年银行十年不见你还敢贷款吗？他要贷款给你，都要给你身家调查，对不对？你最近收入怎么样？他信任你。而你想想看，李白要跟杜甫借钱，要不要这样调查？对不对？想也知道不用。那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对，这也是文学语言嘛，不是容量的大小，是什么价值和真情度。我们现在不是漂亮的脸蛋有叫颜值吗？所以这样，你的真感情有多少，也有一个值，对不对？这个故人是老朋友，到了我的梦里，我没时间了，所以只能你要想知道详情，只能看史蒂秀啊，他原来那个诗里头怎么讲的，那我为什么时间下要录这个？就是你要借这个课文，他既然引用这个，你顺便把这首诗读懂，不是也很好？你看我就是录这个，不是我爱秀，也是以身作则嘛。你老师我就这样学的。我为什么？假如你觉得我很厉害，至少国文方面很厉害，
那为什么厉害？都一五一十跟你讲，那你不肯厉害是你的事啦、啊。我做我该做的，尽我的责任。那你自己愿意还是这样的程度？这件事就摆明了我长相忆，忆什么东西？就是省略了寿辞，对不对？新年快乐，一把招，你脚上成功手吗？新年快乐，谁快乐？哎，给你们这些都是手机可以滑的，都不滑。我现在几乎不太会切换那个画面啊，是不是？第八招就是什么？主持要找对嘛，对不对？忆谁？忆李白嘛。这摆明了显示了我常常想着你，对不对？这常要注意，跟这个常有什么不同？这个常是没有间断的，时间持续很久，这个常是会间断的。所以你男朋友都跟你讲，我常想着你，他写这个常你要小心。因为他不强的时候，他可能想着别人，对不对？那不一定是别人，也许是想着他的工作啦。嗯，可是如果说我常想着你，就表示我对你的思念有断过，没有中断，你就会分这两个常有的常有什么差别？这个常绝对高过这个常，这个常就未必高过这个常，这逻辑关系，就是说，对不对？因为你长久不断，一定是不会变，对不对？断都不会断的关系。这个测测他原来诗就有这两个字，所以钟女士钟先生就用进来，所以人家那用每个字他都有用意的。他为什么用测测？我们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不对？但是想不只是恻隐什么意思？是不是同情？同情什么意思？是可怜吗？不是，是同理心，对不对？今天李白被人家陷害了，我还落井下石，有没有同理心？没有啊，何况你跟他是朋友，所以为什么用测测？不要看清这个字啊！你对字，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说文解字？不是我个人的风格，因为字是文章的根本基石。就好像你盖房子要有砖头啊，你砖头平管不严，你盖出来的房子怎么会坚固呢？是不是？那你字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真读懂人家为什么用这个字？人家是文学家，不是你哎，不是我，随便用一个字啊，交差了事，混过去。他的文章要经过多少人检验啊？嗯，他还得过奖。以后还要尝试，嗯，用这个字都要经得起检验呢，不是爱用什么就用什么。哦、他在用测，就是表示要真正同能够设身处地去想，你才真的有那个真情，不是嘴巴讲讲。假如你都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你只说我对你有真情，真情在。比如说刚刚讲了，我们谈男女恋爱哈，对不对？每个人都说我好爱你，我好爱你，爱来爱去，其实还是不爱自己。你自己反省一下，有多少时间去真的设身处地对对方想，还是对自为自己想？假如你像父母之间、亲子之间的爱也是啊，我很爱你，所以你妈说你一定要给我来读法律系，对不对？因为我爱你，他永远都以自己立场去想，请问他到底是爱谁？他都不喜欢你，到底喜欢什么？是不是？这真情，真情在哪表现？他落实测测，对不对？你只要没有恻隐之心，只想到自己，哪来的真情？你看，我没有任何资料，石敬秀这一段也没录到，可是我刚发挥这一段就蛮有上课石敬秀，是不是答案都在字里头？在何二秀，你觉得我刚讲的对不对？为什么要看人家参考答案？为什么知道对？回上下文字判断。可能还会读到以前没有忽略掉、没读到出来的价值，然后我们就给大家建立一个：你只要读出这个价值，又对人的人性有启发的，人类有启示，一定都是对的。读得越深越广，那答案就越好，对不对？就好像下棋或做任何事，你考虑的越周到，是不是都越好？一样的道理。继续，那个平衡，你休息一下好了。你好，星宇。我在电话里不生疏猜，我说中国的古人都在上海找过一去不复返，这是一座面向西洋的海滨大城，即便物质环境可以模仿三零年代，但精神上却是。好，暂停一下，有没有看到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你抓关键字的话，当然这个答案都秀给你看了，可是拜托，这是我的答案，好不好？不要死背我的，那你要怎么抓关键字？你说老师我为什么会刷这边？你看这是不是七星大法？刚刚才看到，物质是不是对精神？中国对什么？西洋，对不对？古人风对什么？
这是古今之对，对不对？永远注意对立面，不要死在一点上，你就知道他这要表达什么，对不对？他要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念到最后这个字是有概念，就像刚刚看的电影。可是你要看到里头的道理，对不对？里头他的言外之意要从关键字去分析啊，你才知道他这里到底要表达什么。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已，那就太肤浅。我们作文学家，我们讲很简单，语言谁不会用啊？文学家还会，小孩子都会用，对不对？那为什么小孩子的语言没人聊他？因为没有价值，分析不出什么内涵。你分析出的内涵越多，当然它的价值就越高。就这样，梵谷画一幅画，毕卡索一幅画那么贵，小孩子不会画画吗？为什么他的画就看不出什么玩意儿？可这些画那么贵，就是越看越有东西嘛，是不是？那只要看就是这样，谁要买它好，放在家里还爱卧室，就越看越出神。那人家为什么看得出神？你都看不懂。听莫扎特的音乐，贝多芬的听到睡觉，人家可以听到通宵达旦。要注意自己啊，要学什么音乐系的，对不对？对啊，学的就是为什么人家读得出里头的味道，你读不出来，不就你来上学不就是上这个？当你学会不就上一个提升吗？不是来这打卡、啊。你就知道他这一篇文章的主轴，我问你，他重精神还是重实质？重物质，对不对？他并不是否定物质，可是如果一个文明，留下的只是港都的繁华，或模仿西洋的那种文明的进步，却没有西洋人文的内涵，或者保留自己本国的人文内涵的话，是不是值得人省思，值得人反省？继续那个刘玉，念啊，你要我不要赶我。好，暂停一下。我问你，前面学的《兰亭集序》跟这一堂课有没有关系？古人《兰亭集序》里头是不是每览其人心感之由，对不对？若合一气，每每不能遇之微缓。他看的古人是不是也好死啊？都死光了。可是虽死怎么样，还留下文章给他看。他现在怀念的古人李白、杜甫，是不是都死到骨头不知道放哪去了？可是虽死怎么样，犹生，对不对？可是你看，当时跟李白、杜甫、跟王羲之同时代的人呢，死到不但连骨头找不到，连灵魂都找不到，对不对？真的是烟消云散，他曾不曾经存在在宇宙中，你都不知道。除非有科技进步到回到宇宙时钟就掉了档案出来。人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他才劝他不要感到寂寞嘛。你也许觉得寂寞，你看王羲之。我们不是读他故事吗？他的兄弟好多人，对不对？哥哥也都很有才华、啊。他们是那时候魏晋南北朝不是讲那个士族吗？对不对？有模有样，吃太尉来选女婿，哪一个不是有模有样？现在你认识几个？可只剩下王羲之一个，是不是？对啊。可是当时大家都在物言一世之内的时候，王羲之一个人在那肉不如鱼吃，寂不寂寞？很孤单吧？只有他干那个事。可是最后是谁不寂寞？他最不寂寞，对不对？还有我们陪他，可他兄弟呢？不知道跑到幽灵处的哪里，对不对？谁还记得他们？所以你不要担心自己的寂寞，总有人。就像你，其实人会不寂寞。比如说你今天在一个团体不寂寞，是因为你们臭味相投一样，物以类聚，对不对？可是你臭味相投，你换了一个时代，人家可能不买你的账。可是像人类的价值，总是有。历千古而变，对不对？你今天像王羲之那些兄弟，他们那时候流行那一套，现在不流行这不甩他，这就可是现在还买王羲之那一套，对不对？所以他兄弟那一套，我们这一世代也有，他那个没什么稀罕，当然他就没什么。可王羲之能够这样说，真不简单，所以大家要欣赏他，他就能够留下来。所以寂寞是一时的寂寞，像李白和杜甫，你看那时候过得好不好？都不好，对不对？一个淹死，一个饿死，传说是饿死，都比各位好。有没有各位说我这一辈子会饿死啊？假如不会，你就过得比杜甫好。杜甫好像传说他是饿死了，对不对？可是你死后，谁还记得你？对不对？可是杜甫那时候虽然过得没你好，他当时也许比你还寂寞，可是呢，
这是不是前面讲的以死生其逢伤，价值不是用科学去衡量的，死是死，生是生，没错，可是有时候虽死有生，虽生有死，对，像科学好，大家都是一秒钟一节课两节课，可是有人上国文课觉得哇这么快要下课，至少我是这样，每次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可是各位度日如年，科学能够衡量一切吗？大家都是五十分钟、一百分钟，为什么我觉得时间好短？你觉得好长？人离不开灵魂和精神的价值，你这样才知道为什么一死生起逢伤。你用科学来看，当然死是死，生是生，通常生当然比死好。可是换个角度去衡量呢，价值也许就不是原来的。你今天上这两堂课好累好辛苦，换个角度哎，或者我真的要把我自己过文程度提升了，或者老师讲我有所领悟，或者我自己有自己见解，也许你觉得这两节课有过，好啊。可假如你不这样转呢，两节课还是原来那么漫长。同样是一百分钟，七星大法，科学文学，能够变化超支在我的是文学，有科学是死板板的，不能动的。金是金，银是银，可是我可以把银拿来当银法术来用吗？要真的银，只有银金属。旅行就是一种看见。刚念到这，看见什么？我刚扯那么多，对不对？我讲的你有没有看到？你想到你才会讲出来，对不对？那你想到，你看你听是我的见解，不是也用见字吗？这是用心眼去见，对不对？不是用肉眼去。肉眼见的通常只能看到科学的层面，对不对？心眼才能看到文学的深处，灵魂的深处。再来第二个要讲的是，旅行怎么会是看见呢？这个在文学修辞叫什么？暗喻嘛。应该是讲旅行就像一种看见来，对不对？看见是一回事，回到科学语言，看见归看见，旅行归旅行，怎么可以用是这个连接词，对不对？这个动词是相等同的。可见这个是不是是，这个是什么读的意思？那这叫比喻里头的暗喻手法。它明明是比喻，可是它用是困扰你，是你给你洗脑，你就以为它是。你自己冷静想想，怎么会是？是是逻辑上有问题。可是这是科学上不行，可是文学上可以嘛？像语言才能变化，它能够这样耍这个饼干子，你就知道那些文学家、演说家就是会洗脑，就是在这里。因为人就是有这种文学语言才有洗脑，只要大家都讲科学语言的话，谁也洗不了谁的脑。那你有人就说，那我为什么不要用科学语言的话，干嘛用文学语言？因为你只有科学语言你要活下去。我们一开始不就跟你讲，每天人家跟你讲你好丑，你染头发好乱，哇，你讲几天？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女生被人家一直讲，就讲到自杀了。你也希望人家见到你面，哎，今天不错哦，气色很好啊，很漂亮，对不对？其实你真的有漂亮吗？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哎，今天假爸回，假爸，通常有时候男孩被假啊，我假爸，那说气话，其实还没吃嘛，你会不会做这种事？你也在讲文学，那叫撒谎吗？不是啊，你不用担心啊，意思就这样，谢谢你关心嘛。你叫假爸的时候，其实意思是谢谢你关心，对不对？也许你还没吃啊，可是我不要紧，你不用担心，不是真的假爸，科学已经吃饱了。也许你还没有吃，都会说假爸，没要。人家留你下来要不要吃饭啊？没腰没腰啊！人可以脱离文学语言生活吗？不行。你今天看到朋友的孩子，你以后你的同学生小孩，去看好丑哦，讲出来你敢讲吗？不行啊！你也要让文学语言好可爱哟、哦，长得好像你啊，妈妈就很丑。我说长得很像你，我没有说好。要让女扮女战变成女战女扮嘛？怎么样？人不就是那么复杂的动物？不是单一的人，刚刚你看看到文学语言会给你洗脑，有这个弊端，为什么不用科学？不行嘛，因为活在科学语言的世界也是活不下去，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只好两个语言并存，那怎么办？提升自己的脉了嘛。你来上课，你来读大学，为什么不是拿22K 的价值？就是学这个啊，那就是因为你们这些都没学到，出去了，让人家看到你跟我差不多，你凭什么拿44K？ 22K 就好。你今天拿出去出口成章，什么仪态仪表内涵都不一样，谁敢给你22K？社会都要替你包袱。就是因为大学生被人家看破了，22K见怪不怪。一方面当然未必是大家不努力，可能就是现在大学泛滥也有关系。
对，可是也有各位同学自己的问题吧，对不对？只要你自己肯争气、肯向上的话，谁敢瞧不起你？旅行就是一种看见，那人生不是也是一种看见吗？你要看见什么？看见上海的繁华文明而已吗？看见人生到底要追求的文明价值到底在哪？那才叫看见，不是走马看花而已，去逛公园。继续念，刘毅。暂停一下，这个锁比我的招牌一定要啰嗦的。白话文哦，你看 D 卡面 ，D 卡上面有一个留言，我一时找不到，你帮我找。可以拍几张照片。还有一个留言说，请问我懂了，所以人生有不同吗？你看到处用锁，到处用。你真懂了，所以很多地方都会不懂。所见所闻，白话文它也这样写，你这样用。那我问你翻译一下，什么叫你可以把所见所知写下来？是好的，所怎么讲解？是不是就所以的所？所以是因此，代名词这个东西，所见是不是见词？代名词啊，见到的东西啊。你会读所以，不就会读所见所思了吗？所思是不是思词？思这个东西，思你想到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代名词。什么？把你看到的那个的都代名词，想到的写下来是好的。你看，所以这个所其实就是的，听到没？张什么？你是立群吗？是吗？哈，是张立群吗？不是，姓是什么？另外一个是张浩群，所以你看两个就倒去。你是什么贵姓？陈啊，不用陈啊，立群。还好名字至少叫对，你看你有讲话哦，我没给你话，要记得要，好不好？我这样就可以让你破百啊，合理哦，好不好？可是当然不会高分的哦，现在要讲有营养的才会高分啊，可至少可以给你破百，反正用发声都破百。啊，对，这个也是 好的什么好的事情嘛，对不对？一件好事啊，就得什么你也知道后面补事情，那这个为什么不会补？这个所也是得。这样你才真正懂锁是什么。你今天要写作文，你也知道你要不要用锁这个字，不要乱用。我就看你的作文，有时候好像以前都学的懵懵懂懂，有时候要不要加锁字自己不知道。可正好趁这一篇文章，看其他还有用锁的，你学对吧？该加锁字，对不对？你看古人是你看不到的，后人是不是也你看不到的？旅行是一种什么？看见，你是不是要看见你看不到的，不容易看到的？其实看见的意思不是眼睛肉眼容易看到科学层次表面，他看到看不到，否则古人你也看不到，后人你也看不到啊。那现在不是提醒你，你不要因为看不到的就泄气，对不对？看不到就没有自信，也许你把握，就像王羲之，他当时坚持他自己，对不对？结果其他人就死光光了，他还留下来，对不对？那就做到对的，投资对地方了。你看后面念到这，是不是？当你没有这些主见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漂流木一样？漂流木有没有灵魂？就会随着旁边摆动，对不对？何况外面有波涛在那吹，在那飘。那你现在，你看你来大学的时候，同学都出去玩，或同学觉得大学就是要怎么样，就怎样嘛。你是一点主见都没有，你怎么样才能不会像漂流木这样被冲走？那钟文英说，他来这个上海怎么样不会被上海同化掉？保留真正上海的原味或中国的古风，是不是要抱紧这个古人风精神？即使只剩我一个，至少还有古人陪我，还有后人来欣赏我。那你们现在你看繁华的都市又怎样？就像王羲之的兄弟嘛，或他当时都死光了，就要看眼前的繁华，不过是过眼烟云，一时的美景，对不对？人家说海市蜃楼一样，来了他为什么用？我为什么标黄色？他为什么用海上？为什么不做和尚、和尚？海上倒过来变什么？
在骂上海，上海其实里头是波涛汹涌，并不是我原来以为的，因为他为什么要讲上海？我问你，他其实讲上海就是讲什么？啊？讲中国吗？为什么？上海是不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就是接待的，用最大的民意代表嘛，来代表整个国家嘛。你看上海怎么样，就知道今天的中国脉络是怎么样。这是不是刚刚讲女性是一种看见？他文章里头有没有讲我为什么选上海来写？可是你有没有看见？你看不见就是太你太浅，你没有 X 光源。你今天来学就是要学这个。我刚刚跟你讲，我为什么看得见，你看不见。那我看得见，没有请中原英来解释，也没请我老师来讲。那我今天上课没有带任何书，我得自己先看见。你要学学这个本事。那一样，老师伸手真有看不见，你看得见你就赢我。你慢慢去抓，你就会抓到你该学的是什么，你的程度就会提升。你看现世安稳，现世的压力多大，对不对？大家都这样，大家都，我在文化大学，大家都，我不是这样感觉，跟人家格格不入，你就开始动摇了，你能安稳吗？最重要的镜照不同是哪里的镜暗照？心里头嘛，能不能静下来？你看胡兰成和张爱玲，这是一对夫妻，所以他结婚。也许你比我还懂张爱玲，张爱玲还没有来比中文英语，对不对？愿他们的誓言却不是写说愿我们天长地久，却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前文是不是有讲兄弟之情，自然比男女之爱美好？因为男女之爱带回现世，男女之爱牢不牢靠？看，爱的时候要轰轰烈烈，等过没多久好像又是，对不对？那你看这一对夫妻哎，他却不是求他的爱情天长地久，就是这样，相处的岁月平静美好。我问你，平静美好从哪里来？从表面上啊，那不是打冷战，是不是从心里头的安静来？所以镜照不同，当然心里头的价值为优先嘛。你说结了婚还在想外面的小三小王，岁月会静好吗？不会。就是有没有离开前面谈的精神和物质的问题？他取的是精神为重还是物质为重？继续念吗？一线睡着了，想不想上课？还是要休息？想上课就念课文嘛，就不会睡着。没有，来，啊，休息一下，喘一口气，还没回过神哈。那个谁，啊，竟然叫不出名字，哇，英童，啊，终于是叫得出来，哎呀，必须有。来，像这一句哦，只等到我来到上海之后再来表现出来不就好了嘛？他其实讲的是这一句话，对不对？可你看文学家他为什么要写这些罪字？说难听是罪字，当然不是罪字嘛，罪字他敢写，所以为什么会标出关键字？什么词不好选，他选投胎，对不对？那来上海这个城市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加个花花城呢？上海是花城，巴黎才是花城是吧？还是鹿特丹？是不是？可见此花非科学之花，对不对？是什么花？让你会眼什么？眼什么缭乱？所以刚刚不是给各位打强心针，看到病字只想到生理病，是不是死在一点上？看到花只想到 flower， 你是不是死在一点上？你没想到眼花缭乱花是什么花？啊？是不是 flower？ 不是吧？对啊。看到文学的美，文学的灵魂在哪了，对不对？知道文学在搞什么必杀吧，搞什么怪的吧？你要掌握这个，然后每次跌倒一次就汲取一次教训嘛。现在是不是要在病就是生病，生生理病，花不就是 flower 科学的花，自然的花，又没想到别的，那你就看不懂了。那这带回恶作，他是对上海是扁还是包？现在的上海，那眼花缭乱是扁还是包？扁，对，你就知道这个答案八成是对的，对不对？为什么这样看不懂？
但韦二说，因为他是主轴，当然上，他如果是包上海，那你读成扁，当然就天南地北了。那你还可以想到别的花，什么花？我是一直没想到，对不对？你想到，哎，带回来也含有贬义的，那可能就是对的。我还没想到，就你学这个方法，你就不会，我讲眼花了，那你就背眼花了，其他都没有，就找到别的答案。那投胎为什么要讲投胎？投胎是诞生的，有什么意思？他已经投胎过一次，对不对？一个人科学只能投胎一次嘛。他投胎在台湾云林，怎么可以投胎在上海？表示怎样？当然是文学的投胎嘛。表示什么？重生，对不对？他重新诞生，或者说他来自上海之后做一个真正的上海人啊。你看他前面在文学里头读的，为什么要到上海来翻演？那上海人死光了吗？上海人不演，留给他来演。他前面不是讲了旧上海，现在是不是一去不复返？都死光了。小李啊，对不对？一去不复返，这个一也有全部的意思，东西了，是不是才留着真正有中国古人风的来上演？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中国，而不是被西洋化，或者会表面的文明腐化、物质的文明冲昏头的中国人，对不对？继续，我在此竟觉得自己的年龄往前挪，有时自己变古人了，对不对？对啊，其实他是年轻，他才比我大六岁嘛。对啊，看他生卒年，我1972啦，你查回去就知道他几年生。就今天那个谁念，英童已经九几年。我在此竟觉得自己的年龄往前挪。我在此竟觉得自己的年龄往前挪，灵魂往深处移。上海或可说是整个中国沿海大城市女孩为了全面性竞争而不得提早开发成熟的说法。20岁一步，一世步，可有如27、28岁。他们和这座城市有着的超出。若以事故比较，我却退化了你，说话的细弱和应对，你的缓慢心思都和这里不成正比。然而灵魂却往更深远、更古老的文化靠去。我寻找老上海古人风，我企图和古人在经历的上海、苏杭、江南对谈，可以想象外界是游人如织，我内在却是隐性。好，你念去很好啊，因为加一个竖心旁边什么，恐惧的惧，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念去。刚刚讲过，念标准音没什么了不起，那你为什么念交易听啊？标准音要念交易听，对不对？刚刚不是交易，只念这个，因为偶尔念错没，至少你还知道念去，不会完全不知道，对不对？你刚刚是不是这样讲？对嘛？只是你们是背怎么背得完，总比一无所知好啊。当然，这个应该是不是念句念嘛？鸡栖栖是一组嘛？我们也讲过，你为什么注音符号这样背？所以它还是一组的音没有跑到，它韵母也抓对啦。那声调不重要，对不对？这里念二声曲，你念句，声调本来就随便变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说，你念错，你从来没看过顺手是这样弹音，就是你懂得多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念曲嘛。你会只是死背而已，没什么了不起。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念曲，到时候再讲解这里。怎么样？在此移民之城，继续。在此移民之城，我和每个过往迎来者都是上海上花都里群的人，一个异乡人。我甚至在充满拥挤的热闹现场中，常忘了自己的名字，我来自什么？直到有人说出了我的名字。不是很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于是片刻里我想起了我的祖国的事。你看，我的祖国哪一国？有人看到这个要疯了，你知道吗？我在那个实境秀里头就提到这个，还给你们看那个你们学姐的考卷，自己考试都零分，完全发放觉得人家去祖国这样，祖国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字面上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祖先血缘从哪来的嘛？祖先的国家没有说一定是中国叫祖国，对不对？这里当然是讲文化的中国，就是中华文化。我的宿命为什么中国？